真的假的？你们都不打算冲 HR？ 狐狸说他爸在问他东西，然后凯洛消失了，这下怎么办？那我去改个标题。等等哦，小确幸猎人 ，Monster Hunter X。等狐狸跟露西哈凯洛。等一下我，等我一下下，啊、等我一下下，应该阿静也要玩吗？那应该狐狸等一下就进来了吧？好啊，我们可能会多一个人。不，看他们两个有没有回来吧。好啊，等一下看看。凯洛整个消失了。这样的话，我是不是要做普普的装备才能陪你们玩下位？没错，你不用做普普的装备，你直接穿一开始的装备就好。我一开始就没有穿啊，我在打上位前穿了一个防御力很高、比较高的，在之前就是裸体了。我们就是都这样啊，我们都没有做装备。裸体会猫车，猫车会被笑，被笑会被狐狸瞧不起。不会，我们会一起死。我们穿的这个防御力只有。我那时候只有6、欸，裸体我裸体的时候好像没有十一，啊？没有十一，你们还有十一？一开始不是有穿衣服吗？你就穿那一套、啊。我没有穿，我就连那一套都没穿。啊，就穿着那一套就好了。我把我身上脱下来看看，可是与其穿成那样，不如裸体比较好看。认真吗？我觉得这次这个服装防御力一。那我可以分享，我可以分享那个画面。这里，哎、欸，这里，你看 Sky。噔噔，凯洛被绑架啦！凯洛不见啦！凯洛不知道在干什么、啊。哎、欸，凯洛回电了。喂。喂，我到家了，刚刚在骑机车。快上 Skype， 我们在等你。拜拜啊！好，电脑坏掉，你就直接拉我一起跟我手机接。好，拜拜。拜。那我先拉就好了，不是吗？凯洛在哪里？找到了，凯洛在这里。后面的想羊，你们要看羊吗？羊在这儿啊。我给他穿的很奇怪的装。哎、欸。喂。哟。等我一下，没问题，慢慢来。戴耳麦，好。有新的衣服，哎、欸，听不到音乐，听不到音乐。哦呦，惊叹号！等下我把音乐放大好了。这段玩啊，不行，来不及了，已经刚刚玩完了，还可以再玩一次吗？哎、欸，可以。那我们把音乐放、欸。嗯。再玩一次。啊，露西，狐狸嘞？露西在这。狐狸说要等一下进来。哦耶！还没开始打吧？噔，还没。嗯，我们在玩羊。哦耶！哎，你们这代有没有去那个解雇猫了？还没耶。超可，那是没有完全下不了手，你知道吗？真假的，我已经解雇掉了。噔噔噔噔噔！哎，怎么可以蹭下来订阅？谢谢订阅 Steven 10101。这 ID 我好像看过，你是不是中止啊？哎，为什么这边写12个月订阅？哎、啊，八哥，哎，你们房间开了吗？我等一下进来。还没。哦，有。我要去解雇猫给大家看。好。然后要把音乐放大，因为会有那个。解雇猫的时候的音乐，随便解雇一只好了，比如说这只。喂，
哎呀，好难过、哦！哎、欸，超舍不得解雇的猫的啦。好了，按否。天哪！刚刚两个月之前是一个月，哎、欸，现在退群通知怪怪的、喔。猫咪好可怜啊！为什么走路的时候旁边还会有一只羊？什么？我吗？不是啊，他那个解雇啊，解雇旁边还会有一只羊。那是要把他带走的、啊，你没有看啊？啊！你如果暗示他，就会把他带走啦。那而且他会骑着他，然后泪奔。你绝对舍不得按那个。天啊，好可爱啊！如果是狐狸的话，啊？你一定舍得。一定毛是很丑的，就丢掉了。我有一个三毛猫，马上把它丢掉。为什么？三毛猫颜色很脏啊。我第一只做的猫，因为素质太差，我直接丢掉。我都没有解雇过哎、欸，而且我全部都是来了就养，来了就养。可养到颜色很丑的，你越养越毒啊。啊，不是啊，他们出去送货什么的，我看不到就算了。没有啊，我养到五六等，然后好像有一次把它带在身边，看好丑，把它当丢了。哇塞，你直接解雇、哦？你有看那段动画吗？有啊，不是骑着羊驼吗？啊，他就骑着羊驼。你进来就这样看着它，然后送走了。啊又用不到，虽然长那么丑。没良心的家伙。土色的三色猫，我觉得超丑。土色的三色猫。对啊，它的色会那样子啊。我的是紫色，我把紫色解雇，我觉得紫色真的太恶心了。我好像两只都是，这真的很恶心，又很频繁。公傻啦！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哪里可以看自己的猫咪啊？好像没办法直接看外形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样我都看不到他们长怎样。只有名字叫出来啊。对啊。所以现在我领养一只都会叫一只出来看。要把它裸体才能看啊、喔。啊，把它解雇就可以看到那个动画，看它长什么样子。哦。还可以看到完整身材。算了，这样太坏了。狼儿也有玩哦。他也开始玩了。打到哪里了 ？H 下位。嗯，他也是下位的。太狼了。好像连 H 他有点新，连可能连指挥手都还没进去过吧。有啦，我带他打 HR。你带他打 HR。打到二了。嗯，真的假的？当他告诉我说他连千空龙都打不赢的时候，我说：“那你再打一阵子，不再带。”啊，也好啊。可能他的武器如果就打不赢千空龙，就没可以这样。习惯一下也好。我们当初也是被逮上来的啊。欸，我去设定兽技啊。嗯。干嘛？哎呀！可是我想不到什么他，我想不到什么太饿的。收集语言就随便调了。怎么样？现在呢？啊，等你们开房我就进。我开了。啊，真的、哦？那我来了。那、怎么办？去喽。多一个人。哇、啊，怎么办？多一个人。不好意思，打大熊，这个是只能四个人玩的游戏。不然我们先带狐狸跟 Lucy 升 HR。也可以啊，要不然慢慢打装备也可以、啊。现在在下位很快乐，不要一直待在下位啊。升 HR 现在还不适合，等我把村长操完再升上位。啊？村长快操完了。你现在那些采集任务已经也采了。啊？采集任务你也采了？对啊，我只能解打怪跟轻松的。我们都在当小确幸猎人。没错，我们只要搬到一块那什么化石就觉得好开心。哎、欸，我去踢那个鸟蛋的时候，一直踢出金色的蛋，我快死。你有那個、金色蛋不是比较稀有吗？啊、可是那个素材官就是要一般的鸟蛋啊。啊。然后他一直下金色的蛋。刷地图啊。你可能一直刷地图。你接什么任务啊 ，Lucy？ 天回龙。天回龙？因为我不想打。天回是升 HR 吗？不是，我们是小确幸猎人。别啊！快上！我们就没有要升 HR。快上 HR 哦！上位的任务
很好玩啊。也没差，反正之后我们也会缺这些素材了。你说下位的、啊？对啊，超缺。而且等一下要霸凌古龙，我要那些骨头。而且我会配合拿比较弱的武器来玩。你还要穿跟我们一样的装备？啊，我穿不要。可是看到天回龙，我想穿比较。那我穿稍微一点点的装备。都得穿跟我们一样。啊？你们跟我们一起要跟我们享受小确幸是吗？我穿防御力6的装备，可以吧？没有，你这样跟我们打打呢，就是好开心哦。啊，不要，就像刚刚我们两个死了两次才干死那个霞龙，就觉得好开心，都快流眼泪了。啊，那我也穿那个贝鲁开头的。啊，我穿这个，我穿这个。可是这打穿这个打天回龙，你开玩笑？我看你是想要陪楼陪楼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 Omake 啊？太狼了。怎么没有 Omanko？有，你 HR 几啊 ？HR 吗？我看他二啊，你也二，他二啊，他是只有二而已啊，二哎、欸。Lucy 你有吗？有什么 ？Market 啊？你是爱的棍，你看我是本机。爱的棍。啊？找不到。你按 L 是坚实的巨炮。你按 L， 你可以看，你之前不是三流的巨炮吗？三流巨炮后来改成坚实的巨炮。坚实是什么？就很坚定的意思。我是本机。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坐在餐桌前？还在选？选那么久？推荐三圈一，再加推荐一下。推荐我都吃体力啊。我防御力应该不会输你们吧？我看一下，防御力11。哦，还有46，好，那就这样。下位有鹰王、霞龙跟钢龙。有啊。天哪、啊，我现在超缺钱的啦！原本想说今天要来刷钱的。我打不赢千口龙。阿进他还是打不赢千口龙，所以。我今天打到任务时间到，他还没，他只有白卡。太久了啦。你打到任务时间到还没死。对。50分钟哎、欸。我的刀就太烂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打过50分钟任务，我就在 MH 第一代的时候有打过，那时候打两只什么双角龙啊，忘记他们叫什么了。就是 HR 一升二打四本角。啊，对，四本角，我也是一个人打到时间到。对啊。我只有在那时候打到时间到过，之后都没有了。你也知道我是个。你知道武器不升真的太难过了。啊？那武器不升上去打真的太难过了。叮叮。为什么要拆我先猫啊？他们说拆我先猫车哎、欸，为什么是我？凯洛，你还记得我们当初怎么拆的吗？拆什么？谁会先猫、哦？谁会先猫？看观众啊！为什么开观众？来吧。我原本我朋友他要带我打 H 啊，结果他刚刚跟我说，因为我睡觉的时候他自己打到死了，我很难过。他自己怎样？他自己打到 HR 4了，十，四，四，然后就自己打上去，然后之后我还开的二。你们有一个 HR 7的可以 carry 你们，耶，耶 ，OK go go。嗯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有一个不是穿初始装备的，你也是初始吗？我是初始装啊，我跟他们都一样。我是商店买来的啊。你是叛徒，很检查。我是商店买来的 ，OK 的啦。没错，卡洛看起来跟我一样，应该是上位的吧？检查一下。没有啊，这也是白装啊。啊，你通过了。真的假的？要穿一样啊？要穿一样，我要检查。穿上位的这一套。快抓，给我出货。我以前装不还没有留着哎、欸。一定会留着啦，你又不会卖。你是说防御力2的那一个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二的、啊，我去看一下、啊。一还是二？应该还有留吧。哎、欸、天哪！我吃机运、跟金运、跟厄运，结果只发动厄运。八七，没关系，两次都可以 R 一啊。哎、欸，还有流哎、欸欸。要带炸弹哎、欸，露西有碎枪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女角怎么个哎、欸？好，那我带。哎、欸，露西，你玩男角啊？女角啊。那为什么我跟你穿的好像不太一样？你们这两个女人。我跟你穿不一样哎、欸。你有颜色哦。啊，颜色啊，我调过。对啊，那就没事了。OK。记得带炸弹。为什么带炸弹？每个人都要带炸弹。大爆狙吗？都可以。啊、嗯，
我们要把恐龙，我们要把这个恐龙炸成碎片。我调和一下啊。我喝一口水。它先变成碎片，还是我们变成碎片？输了一定都是你派的。哦哟，大爆弹狙。因为你们两个是上位的，所以如果这场输了，就是你们不够 carry。哇塞！哇塞！海洛他们好，他们好过分啊！我不玩了，这样就我不行，我不能离开了。我先带一个回家玉，我先带回家玉，我先这个地图进去又出不来了。古代密钥怎么调啊？鹿角加那个。啊靠！调和失败。算了，那密钥怎么调？鹿密钥，营养剂 Gradle 加上蘑菇。那营养剂 Gradle 怎么叫？营养剂加上蜂蜜。蜂蜜。那营养剂怎么叫？不死虫加上蘑菇。蘑菇。不死虫。哪有不死虫？一锅脸。加哪个蘑菇？有两个。就他，你第一次按的话，他就直接出来了。那营养剂之后呢？蓝色那一个吧。营养剂加上蜂蜜。Gradle。营养剂加蜂蜜。一点黄。有观众，等一下可以猜出我的兽技发动什么，在讲什么屁话？等一下，我也要取消，我还没装兽技。哎 ，Gradle 之后嘞？我也去看一下，我装了没？哦 ，Gradle 之后，然后呢？营养剂 Gradle 加上那个蘑菇，有个红色的。哦，我有。我知道蘑菇在鹿角吧？你要吗？我给你啊。没有没有，鹿角的话合法又不一样。干！鹿角是古代密钥。我要独挡饶这一个那个香菇。刚问密钥啊。我要古代密钥，你要做古代密钥、你们全部下地狱吧！我要赌他，你这很废、欸。不要啊！我做一个香菇啊！别担心哦。什么香菇 ？Toki Toki 啊，还是什么？不是 Toki Toki， 马什么挖沟？曼多曼多拉孔，曼德拉那个、啊。曼多拉。那个你叫猫去采啦，那一次给你超多的。我只有两只猫都带在身上。你以后慢慢搞啦，那个到处都蛮有。那你搞完了吗？啊！而且你不用啊，你直接喝营养剂就好了。你们快点、啊！进去不快点，我怎么搞完？进去喝营养剂就可以了。所以你搞完了、哦，你们都准备好，我就可以开始搞了。我准备好了，我们一起来搞。我好了、啊、，OK。搞完 ，Go，Let's Go。Go， 来搞。哎呦天啊，我们好久没有四个人一起玩嘞，好怀念哦。还玩下位的。天回龙哎、欸，天啊！你嫌弃下位嫌人家，等下你死了一定呛歪你。完了，不要啊！穿这个装下位，我一定死。我都已经习惯那种装拿去换鞋了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？你根本没资格当猎人。我没有资格当老猎人。这是什么地图？战场吗？哎、欸，拿到三罐药。哎、欸，我为什么第一个进来啊？第一个进来会被第一个看到。我不出去了，叫了！为什么露西你的鞋子就那样子？不是哪个垃圾把肉吃光了？绝对不是我，我只拿一个，一定是露西。我不太敢靠近他、欸，因为我中了厄运。你中了厄运，你要吃光所有的肉。我睡觉，我没有睡觉。你们是有带棉片啊？为什么要用大包单？因为延长枪啊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把被中了，痛啊、喔！因为生气会让你。好烦哦、喔！这防御力石头可以躲避大家。这防御力突然不知道怎么玩。Fuck！ 大家加油！我们要把他炸死。我不要帮你们吃粉尘。哎，我看一下粉尘来干嘛的？我们根本没有粉尘。没错啊，我们根本做不出粉尘啊。天啊，我也没带。做出来了吧？不死虫加龙的牙、欸。没有，是唯一能救我们的。小确幸是不吃粉尘，小确幸都关机独挡。没错，我今天独挡好几次啊！我今天被雷狼龙用到独挡三次啊！哎、欸，雷狼龙很，我觉得这代雷狼龙很强哎、欸，而且很烦。我提了、欸，提到了，哦、oh. nice. ，嗯，一块，要下来了吗？
要了，完了，要了，要了，到了。哎、欸，可是他刚好吼叫。头是我的，走开。有点浪费。我可以帮你集晕。好，你帮我集。快动起来。睡了，妈，不是。啊，没开出来。他干嘛？他吼叫。有人看到我的兽技吗？我靠！啊，糟糕！怎样？马上进来。我忘了兽技的名字。完了，不。